第一次民选总统嘛，不仅是400年来的第一次，更是5000年来的第一战啊！你们下围棋吗？万岁！何刚喜欢，建武何在？建武何在？围棋有先手、后手，这就是巧局的一年嘛啊！那只要两方都没有犯错的话，应该就会是和局。 没有胜负，记得万一打起来，一发一发打。我们不是兰坡，不要随便乱开枪啊。These people are nuisances. They even bypassed us. 中国无法接受这种羞辱。独立作战，坚持到底。尊严不是咧讲我外国人听的啦，但是上重要的还是国家利益啊。所以下围棋犯错越少的人，都会赢。